首先，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坐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。那么，菲方还一再的挑衅、激化矛盾、升级事态，这个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，中方已经反复阐明了我们的原则立场。我们希望菲方不要再继续制造事端，而是要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。中方衷心祝贺辛鲍姆女士当选墨西哥总统。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大国和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，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，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，政治互信不断深化，务实合作成果丰硕，人文交流活跃，多边协作密切。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墨关系的发展，愿意同墨西哥新政府一道，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，不断丰富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。中欧之间已经形成供应链、产业链、价值链相互交融、深度互嵌的格局。中方将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致力于为各国企业提供开放、包容、透明的营商环境，希望欧方恪守坚持自由贸易、反对保护主义的承诺，同中方共同维护中欧经贸合作大局。谢谢发言人。